温方平部长，哎，击球了，这么好来，发球，发球，哎，许昕3-2，胜了第三场。接下来有请女子40至49岁，来自广东，同时也是我们前国家队的队员麦乐乐入场，有请。一号台这边已经准备就绪，由广东的温方平挑战刘世荣。还没，朝着墙壁了。温老师，三分钟就结束。草地里来，滴滴滴滴滴。现场朋友们，大家用掌声给我们的挑战者加油，好不好？快点！漂亮啊！麦乐乐进攻得分。